就是我感觉我应该有胆结石。眼睛没动啊，我哪里动眼睛啦？有没有恋爱？是否太没有还说难遇真爱，我有你现在，把旧事都说出来，才会听你表白。我以后开场我就给你们转。我觉得这样跳挺好的，挺好的。我要你现在把旧事都说出来，再会听你表白，听你说你是真的喜欢我，真的。别老说我没给你们跳舞啊，刚才跳了啊。这眼有点费耶。那就那个啥吧。没看见了就算了，只能说明你没有认真的在看我直播。刚刚都卖弄了这么久了。这晚上属实是没人啊，这晚上不是我主场啊。我去换个美瞳吧，我要不要去换个美瞳？你们等我一下，换个美瞳。
va nimalar gerishar va holatki badallar berayot talablar aldar muhabbatki ishontirishga undar nima o'zi muhabbat baxtmi yoki rasolat buni kim javob berar agarda sevganingga qilganingda tundu qo'ng'iroq bo'lsa band so'ngra esa xizmat so'ngra esa minglab xayollar tonggacha qiynab tun esa o'tadi go'yoki asr lekin qiladi sabr yuragim sezib bugun xiyonatingni ko'zlarim ko'rdi bugun yo'g'laringni tunaman bugun ketding mendan so'nggi bor sezaman sensiz yashash bo'lmaydi so'ng yo'qotgim kelmaydi afsuski kech umri ketadi qaytmaydi hech aqlimga sig'maydi nahotki sevmaydi endi meni yo'qotgim kelmaydi afsuski kech umri ketadi qaytmaydi hech aqlimga sig'maydi nahotki sevmaydi endi meni o'tdi tong minglab azoblar chekib o'tdun badani butun lekin yuragida qon so'ngra esa berkitilgan raqamdan qildi u qonidimaydi qiz esa alo deya javob nechun kechasi bilan aloqalar band degan savolga qaysi yuz bilan beradi javob axir xiyonat deganlari shu emasmi axir hammasi shundan boshlanmasmi ketganingga sabab topolmadi今天结婚，所以穿了红色的。不是想看红色睡衣吗？难得可怜人，可是你却不曾失手而凉。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遍体鳞伤我结婚了孩子都五岁了才知道吗啊是不是刚通网了啊酒馆对我打了烊承诺是小孩子说的疼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跳舞聊天我都可以唱歌不要钱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是点歌你想听什么歌我可以唱别叫我少妇好不好少妇岂是你随随便便能叫的吗啊、嗯、我长得像少妇吗给我钱别唱啊给我多少钱给我多少钱呀哎呦还有我奶皮啊奶皮你下班啦、啊、我新学了一首歌啊我跟你们讲我操闭嘴吧你们不准说我是少妇啊不然我以后都不会跟你们跳舞了自己掂量掂量啊有些话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啊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以后请叫我海王请叫我海王我不缺爱我缺鱼翅我缺礼物啊我缺你们保护啊我什么都不缺我就缺有一个人保护啊我缺个至尊宝叫我妹妹叫我小妹妹不能叫我少妇啊我又没结婚你们知道少妇什么意思吗少妇就是结婚的那种啊那
那看那看，谁能能把自己原谅？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去找何林玩一把，我看一下何林，何林，哦，80340082，这个小姐姐不错，8034082，8034082，找他。哦，他在连麦，哎，为什么每次连他的时候他在连麦呀？怎么回事啊？再看一下何林，好久没有连他们了。来找优雅吧，600389。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哎，他们怎么都在连麦呀？我再看一下。这个舞蹈群已经不能满足我了，真的。盒子六盒妹妹多少啊？你要打我吗？妹妹的房间号是多少啊？他午饭我不爱跟他玩，午饭不配。妹妹直播间多少？报一下。直播间呢？我找一下他，6514553，6514553。好的，啊，6872229啊？哎，你骗我啊！6872229，6872229。我被打的时候有医药费吗？有没有医药费啊？我先说。好的，连了。妹妹啊，妹妹呢？啊、妹妹，哎，怎么是小的、啊？我重新连一下你吧。你打他，你别吧。妹妹刚回来，别这样子。不要这样伤害他。他来了 ，Hello， 我的水西。可以，他们说叫我连你啊。他们也说让我连你、啊。你们家大哥来跟我说，说叫我连你啊。真的假的？哪个大哥呀、啊？那个薄情九。九哥，你是要包赢吗？九哥。他说，他要打你啊！被我拒绝了。我说人家刚回来，别这样。我都信了，真的有钱吗？我跟你讲，我昨天四十分，你猜我今天多少分？8分，6分。牛逼啊！我跟你讲，水星你一定要稳着点，真的，你不能再搞颜色。这两天你知道，哎，巨无敌严，真的。而且没有搞颜色呀，我什么时候搞颜色了？那你跳舞广大学友的要求，我在搞艺术。啊！你们说我搞颜色了吗？我有没有搞颜色，兄弟们？我没有搞颜色、啊你。你是因为跳舞扣的，还是就是做惩罚的时候？我跳舞扭腰，他都提醒我，你知道吗？真的假的？我靠！我知道吗？后面我换了一个很可爱的装扮，就是留就披着头发，然后留个齐刘海，然后就跳的上下成品舞啊！啊，我知道。他都被提醒我了，他提醒我啊！我当时我都那个了。那就别跳了，我靠，扭腰也被提醒了呀，真的假的？速度6分撑不到下播，不会的，不是的，不是扭腰被提醒，他是，就是我撩衣服了，你懂吗？我白天穿的超级的性感，对，没错，我特意晚上换了睡衣，然后来整节目的。来，我们中间玩那个扭腰吧。你别给我整节目，真的，我现在这几天整不起。扭腰啊，很正常啊。好，你放歌吧。我放歌啊，好的，我放歌。现在可以乱穿肚脐装吗？可以的。
只要你不烧就可以了。啊，我不烧，我不烧，我绝对不烧超完800，我五分刚出来，不我是靠！你五分的话，你为什么还要穿的这么高调呢？我不懂啊。没关系啊，我不烧的，我不烧，超完班我绝对不烧，真的，我绝对不烧的，真的。上分了，兄弟们，九哥，九哥帮一下忙呀，九哥，抽个十哥，九爷帮帮忙吧，九。他会打你啊？他有钱吗？然后我都穷成啥样了，还揍我啊？哥呀，上十分吧。把保护打在公屏上面，兄弟们保护保护我！我要粘上了，确定露肚脐没事对吧？嗯，就是你不要特别的，就是烧气就可以。我觉得我直播间好暗啊。没事，等你扭起来的时候，它就开始爆炸了，相信我。啊！谢谢我鸡哥，鸡哥。鸡哥，哎，你们家为什么有一个叫鸡哥的人？哎，中奖机器啊！我不烧，我绝对不烧，真的，我绝对不可能烧的。我五分，我谁都比不过，真的，我绝对不烧的。谢谢大哥的卡丁车，牛皮啊！啊，谢谢我鸡哥的一个大飞机，感谢我鸡哥。哇，谢谢我狂暴哥！舒服吗，鸡哥？谢谢我狂暴。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You think I'm sexy too?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西啊，还是当初我那个西。欢迎我初见宝贝，初见宝贝。谢谢我初见，感谢我初见。小心我长胖了，你知道吗？嗨，水星一般骚气人，他都不带人的，真的。感谢大哥的飞机，谢我大哥的两个星空飞机，牛皮！我刚坐下来，哇！谢谢我初见，鸡哥，你先别上，你们家妹妹她……哇！谢谢我狂暴，感谢我狂暴。感谢大哥的飞机，谢谢。你把头发就是扎到后面去，啊、就对着镜头。好，等一下，让我看一下。我也被提醒了，我靠！被提醒了，哦，不好意思。啊！天哪！被提醒了就坐下来吧。我错了，我错了。超管爸爸，我们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啊！等一下，妹妹太危险了，啊、妹妹。我绝壁是错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绝壁是错了。你黑屏了吗？我自己黑，整改了，没扣分。你坐下来吧，多穿点吧，你套个外套吧。等会去穿个外套。你现在就去穿。我公益了吗？又公益啦？没有公益啊，他不是没有扣分吗？你不是没有扣分吗？我错了，我再不这，那谁跟我说可以这么穿的？妈耶！谢大懒猫的班，看你五分，你就多穿点呐。哥，
有没有？你们给我杀一毛，我看一下我公益了没。妹妹太惨，我这么多人想杀。啊！天哪，没公益啊啊！吓死我了！我等会儿就去换，来两超管。现在就去换。对不起，对不起，我再也不敢了。现在就去。等会儿结束了就去买，等会儿去。你穿个什么？就是像我这样穿那种睡衣啊，然后就穿的保守一点、啊，就穿个牛仔裤啊， okay. 或者上面穿个吊带就可以了。好，我没有公益啦，他没有公益啦，他只是被提醒了而已、啊。现在去，我马上，我等会儿，我们两个就做点简单的惩罚吧，你定吧，就打他一下屁股吧。好。放心吧，妹妹太难了，妹妹。不过跟我比起来，你那个不算什么。我才刚回来，我从十分变成六分，这是人做的事情吗？十分变六分，对啊。我跟你讲，等你公益变到五分的时候，你就才知道错，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主播，你想多了。我从来只要超管来，我就会认错的。只要超管来，我就会认错的。我把这个笑，我认错态度特别的良好，真的。我认错也良好，我刚刚就可良好了。我真的是太难了。没有公益，他没有。我现在就换。你别黑呀！我换衣服咋不黑呢？马上，我就把外套套上就可以了。我公益了一周。你差点就信了。没有，他没有公益啊，他是被提醒了。哎，不是说今天不演了吗？我不是说今天不演了吗？刚刚都是闹着玩的，对不起，超龙拜拜。对不起，对不起，刚刚都是闹着玩的。我今天应该黑了四次屏，然后两次扣分，两次被提醒没扣分。啊！救命啊！你怎么晚上穿的像个蛋糕？我就这样吧，不性感。啥也别说了，五分主播应该不配。这套睡衣难道不性感？应该不配吧？我觉得只能这么说。自然了，不性感。哎，这是不是你的小号啊？啊，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就是狐王，这是不是你的小号？你小号都是国王啊！你还不快点卡个牌子啊？打三下屁股啊嘛！第一次跟水系玩打三下屁股。水星，你是不是跟别人不认识的人都玩打三下屁股？好骚啊！我这个衣服你喜欢吗？不是的，就是我这个人特别的识时务，就是假如说我碰到那种就是一看就特别不好打的人的，我就打三下屁股。我也是，我跟你讲，你跟我一样。然后就是那种就是他就不太熟的吧，就不太熟的我也不那个啥，我最近都不怎么打 PK 的。我刚回来，我也不想打，其实我就认识了连一下。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们家就是一把 PK 就是几千上下，输出太大了。哎呀，啊、所以我不想耗费他们的那个子弹。我天天被别人揍，但是我还是天天被别人揍。知道吗？那你打吧。OK， 感谢大哥的回给，谢谢。他小号不是这个，那这个是谁呀、啊？那这个是谁呀、啊？欢迎新来的小哥哥。啊，你就这样耍的呀？你想怎样啊？把屁股都这样子啊？你还想对着镜头啊？你是那我现在五分，真的，我说啥也不是。那我走了，水仙。去吧去吧，爱你。走走走。感谢九哥，谢谢九哥，牛皮。就是你啊，你都没有考我牌子，为什么叫你爸爸？你是不是想听我唱歌？是不是想听我唱歌啊？九哥，我给你卡个房管，九哥。你来回礼的呀，不用回礼啊，这是他刚回来播呀，没关系的，我跟他好朋友啊，不用这么见外，以后该打还是得打，九哥。
没事的，没事的。唱歌，唱歌。你想看那种骚的舞啊？嗯，就是我们直播间吧，就是怎么说呢？你得刷个火箭点个舞啊！我们直播间是点火箭点舞的，嗯。你还有遗憾吗？为什么？对呀，我现在只有六分啦，我们都同病相怜。嗯，好了，伤心的往事就这么过去了，好不容易心里的伤好了，就不要提那些东西了，嗯，就也不要跟妹妹说那些东西，让她好好播吧，嗯，会好的。你得好好保护她，知不知道？她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了。一回来就只有六分，不啊，我回来的时候十分啦，我只是今天变成六分了而已啊。斗鱼最近变严了吧？我觉得变不变严都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反正超晚他常住我直播间，你走了呀？好的，你去吧，拜拜。谢谢你的回给。哎，我好羡慕他们，就是那种高牌子的，就是好多牌子，都19级、20级的那种，我都没有那种牌子。嗯，没变成五分就不错了，兄弟们，我得洗头发了，我等会晚上得洗个头发，注意安全。好的，我会的，我争取不让自己变成公益主播。我去找一下那个合理，看一下，我找一下他，我忘记他叫什么。6515025025025025，看他在有没有在连麦呀？他们都在连麦呀。你们还有没有那种，就是那种性感的小姐姐？然后是那种性感的小姐姐，然后家里就没什么大哥的那种，就是不是特别强的那种，有没有那种小姐姐身材好又性感，然后就是那种30多级、40级的那种主播，有没有啊？你们得告诉我啊，我不能一个个去找呀，你们得告诉我啊。为啥这件衣服胸小了？没有啊，这个黑色的，我穿了个抹胸，黑色太显瘦啊。这胸大，就是那种你们懂的哈，就是像我这种身材的，就是又长得好看的那种，嗯，然后又比较玩得开的那种。你们如果有那种主播的话，你们就报房间号，我去连他们。当然了，要那种家里没有大哥的，如果说家里有那种超皇什么的，就不要跟我说了好吗？就不要说那种东西啊，我们不能自己挖坑。欢迎我91哥，我说的是真的呀，不然看什么？你看我被打吗？222-222-329，这是什么？222-322，进来就看我在吹牛。222-329，什么？你这个都没有，不是的呀，不复存在，好不好？62946906294690，看一下这是谁？他妈的辣条怎么打？52011，你们报点正常的好不好？7302297，7302297。哎，你们还能不能搞了？啊，这都家里有超皇的人，我怎么打？68068。啊，我教你们搞那种30-40级的主播，48553，48503。你妈，
滚，都给我滚，都给我滚！你们，我叫你们，真的，能不能玩了？还能不能玩了？啊、嗯，不跟你们玩了，不要这样子啊！我连花城主去、嗯，哦，他在连麦，755-9219。左一他没播吧？别报了，别报了，乱七八糟的，还不如自己在家玩呢。你们都是什么339户外啊？什么什么什么风风三号啊？那什么鬼？能不能老来点正常的？哦，我之前认识过一个主播，但是他退网了。那个龙儿，龙儿好像退网了。601-7319是谁呀、啊？感谢英静啊。7415139。什么鬼啊，这谁啊，这一个粉丝啊，怎么连啊？不连了，随机都随机应该能够匹配到，就是匹配到那种。感谢爱你的班卡啊，是爱你啊。城主在 PK 呀、啊，爵爷他播了吗？爵爷打不赢啊，怎么打爵爷呀？家里有条件吗？嗯。哎，这个不错耶！这个叫呼吸决定呀、啊，火箭而已。别人都是超火加微信，我两个火箭。哎，我们是不是连错了呀？怎么那么小？我再连你一次、啊。我连你吧。你连我吧，433。好好。哎，这个不错哦，兄弟们。这个没有老头吧，家里啊，你们得保护我。快快，什么东西快快啊？我这带给你们看福利啊，你们别把我坑了啊！票豆哥，你帮我打个 PK 好不好？票豆哥，帮我打个 PK。你好。可以了，可以了。他们叫我连你。啊，叫我连我，我家没有人。他们说你是个大美女。呼吸决定，刚刚那首歌是呼吸决定啊。你也不想教我，太难了，金黄师太难了。你绝对看那个假红的。玩什么？我们玩那个女妖吧。好呀，可以。然后惩罚能不能萝莉做呀？现在可以萝莉做吗？可以的，就是就是椅子上的萝莉做。椅子上的萝莉做，好。嗯，可以可以可以。哎，你们别坑我啊！你们别坑我、啊，胡娃，你快出来保护一下我！我来放个歌，嗯，欢迎新进的朋友，欢迎大家。你
韭菜没了呀。那个没有关系的。飘兔哥，飘兔哥，你帮我，你帮帮我吧，飘兔哥，我就真没有人啊，飘兔哥。这是一只高手局。顶啊！我会不会一秒去世啊？跳兔哥，我下播给你做不好吗？跳兔哥。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那是衣服，那是衣服的原因。性不性感？漂不漂亮？等你了，加800过分了！我现在不叫，等我打不赢的时候我再叫。人要识时务。你们对面大哥不上分，是不是憋着最后才能够上啊？憋着最后上，我有点慌哎、欸嗯，还叫他。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我相信苹果直播间的鱼丸。I am a sexy guy, you think I'm sexy too? 我等会如果被别人打得特别惨的时候，我就会叫那个救我啊。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you think I'm sexy too?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我还是鱼丸，保护保护，还是鱼丸，天哪，这不是鱼丸吗？谢谢，感谢我是南京贝塔店的鱼丸。你要是去你桌下，我才不会给你逻辑做。你又不给我，你又不给我玩，你又不帮我赢，你怎么知道？你都没有帮我赢过，你怎么知道？欢迎陈法拉的表哥。小水星就不顶吗？我一个女人看到最有感觉。谢谢。看对面不香吗？你觉得你要和超管见面了？为什么呀？哎，你别吓我好不好。是的，是的，我是长沙的，我是长沙的。欢迎三路家的白天，欢迎哥哥。Sexy guy, you think I'm sexy too?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you think I'm sexy too?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 I am a sexy guy, a super sexy guy.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怎么一坐下？谢谢阿辉，一坐下就是我。谢谢阿辉的么么哒。
你看你们说是人话吗？啊，我带你们看福利，你们却反水去对面打我，你们看你们做的是人事吗？啊，有没有一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兄弟们？太顶了！不不不，我不配，我不配！啊，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啊，胡王？我没看到你打字，你没成年。啊！不要！啊、不要！不要！救命呀！救命啊！你没了救救我吧！你不能打我啊！你帮我赢！欢迎绵绵的老王，我以后再叫你胡王爸爸。你得保护我啊！就想保护你。我感觉对面要上超火了，对面要上超火了。想堵我了。我都不知道超火长什么样子，还超火。欢迎靖远哥。你都晚上播吗？你白天播不播呀？我白天播的没有播过，白天我都是晚上。今天这个袜子真性感。对的，是的。你们今天不是看到过我跳舞了吗？欢迎阿卫。超管有人说你好色，超管他一直在我直播间，那我感觉他特别的爱我，特别特别的爱我。小姐姐，你播多久了呀？我播了，还有十天两个月。十天你两个月呀？对，我们守塔嘛，我们冲呀，我们应该偷塔，不，我们应该偷塔。我觉得他们都好厉害呀。你敢偷偷他吧。欢迎你奥哥哥。这不是你们喜欢的吗？就能够一头一头闷死的那种，就那种感觉啊。感谢秦幻哥的办卡。有就我。看福利它不香吗？房管去了视频不有啊？有啊，房管是两个飞机上通塔了，兄弟们还有五十秒。胡巴你在哪里？萝莉蹲看小水溪不香吗？啊，看小水溪不香吗？他们嫌弃我，他们说我没有你好看。怎么进群？我们是一个火一个飞机进群，飞机，飞机，这样子，救命呀！救命呀！救救我吧！飞机进啊！欢迎鸭曲熊，欢迎鸭曲熊。哎，你们真的不管我吗？有没有人管我呀、啊？有没有人管我？感谢妖精哥的办卡，妖精哥的办卡啊！感谢我飘出哥的火箭，你感谢我飘出哥的火箭，你这个坏人！谢谢妖精哥办卡，谢谢我兔哥，感谢我兔哥的火箭，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谢谢兔哥的火箭，天哪，我以为对面要上超火，你知道吗？吓死了，我吓死了，在做梦呢，还超火，火箭都没见到一个，你这坏的。你家是不是有皇帝啊？是不是有皇帝啊？感谢飘兔哥的大火箭，谢飘兔哥，感谢我妖精哥的十张半卡。我都叫你三四遍了，还说没喊，我不管。我吓死了！听到没有？我叫你胡爸，一直在叫救我救我，你都啥都没有听到，你骗子，你骗我，你欺骗我的。哎，德正哥哥，飘兔哥你 OP， 飘兔哥。
kechasi bilan aloqala band degan savolga qaysi yuz bilan beradi javob axir xiyonat deganlari shu emasmi axir hammasi shundan boshlanmasmi de 这个太顶了。好的好的，下次再玩，下次有机会玩。嗯，拜拜。不行，你得补偿我，你得补偿我，我叫了你无数遍，我叫了你起码五遍。骗啊！骗子啊！咋和零？60038989。别人打你，你出医药费，谁打我呀？哦，什么鬼啊？为什么是未知错误呀？今天跟花城主 PK 了吗？白天 P 了呀，白天 P 了，6699267。6677，我太难了。超顶的小姐姐，哎呀，我好久没看到你了。我来找你玩了。你来找我玩了，我好久没看到你直播了，想死你了。没播，没播，刚回来。你休息了多久啊？休息了一个月。天哪，难怪。扭腰吧，我们扭腰吧。嗯，现在可以扭腰吗？现在可以，现在还就是能够做萝莉做吧？应该，我刚刚都做了。嗯，好危险，只能说，我刚刚被。那你们平常惩罚都玩什么了？我刚刚被扣了一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跳舞吗？还是不跳舞被扣了一分？跳舞被扣分正常。我昨天回来的时候10分，我今天只有6分了，都是全部都是跳舞扣的。高手，平均一天扣2分。你是个高手，你是个高手。30万估计得要一个多月吧，至少要。我们扭腰吧。嗯，也行、啊。然后惩罚就做3个猫伸展就可以了。简单点，三个猫分奖。对啊，我刚被扣分了。你放歌，我真的很温柔啦，我真的好温柔，我跳舞都好温柔的。可能是你穿的太性感了吧？不性感，真的不性感，就他们都是这样穿的。或者长得太漂亮了，那个超管是个女的，还嫉妒你啊？救我，胡爸救我！感谢冷年，你放歌。我来那个啥，你放吗？那你放吧，你放，我叫你放。嗯，你放。哦，那我放了，我习惯了。我感谢我胡爸的火箭，牛逼啊！你这是带着条件来的，带着多少？没有，没有，他们叫我撵你的。谁？就上面的水友，因为我在找人 PK， 我说群里的找一个，他们都在连麦，然后我说要连谁，他们就让我连你啊。嗯，你音乐好小啊。好小吗？要不我给你放吧。啊，好，你给我放。放个啥子歌呢？我就扭了个腰就扣分了。爸，你在哪？放个什么歌？他总说别人可以，他为什么不可以？我还是写作业去吧。放这个吧。有爸爸在，不去找花城主报仇。爸爸今天白天说了，他说，喂，到时候他们家牛哥厉害。别走啊，我不是点了。打不赢啊？我不是点了。随心没微博。
可能吃超管。没有啊，我扭腰也被提醒好多次，我白天也被提醒了好多次。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被扣分了，橙子啊，太性感了。哪有，真的很温柔。我知道从心两个字啥意思吗？从心就是跟随自己的心吗？没有微博啊，怂没关系啊，找他打有医药费，我们上点尊严分，上个一两百块钱就可以了。不是不是的，是动作太性感了。橙子一个月不见你变得越来越性感了，橙子啊，哪有，我爱上你了。哪有，哎呀，你这一个月不见嘴越来越甜倒是真的。啊，什么啊？我说你嘴越来越甜了。越什么？越来越甜了。甜？你说话凭良心好不好啊？真的，我跟人家都认为你说的是骗我的。嗯，他们说我变样了，然后没有以前好看了。我跟你说，水七真的跳舞贼顶哦！你们上次，哎，你下次一下上个火箭，我真的不好掉分了。你的妹子开了，溜了溜了。你要走了吗？你要走了吗？你不保护我了吗？我作为你的女儿，你作为我的爸爸，你要抛弃我了吗？抛弃我去跟你的小情人约会吗？是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哪里的呀？我是长沙的。你在长沙哪里呀？我是长沙，我没有在长沙，我在广州现在。那个什么萌萌好像回长沙了。对，要妹子不要女儿了。我们家啊，你不要这样子。可以吧？你们家可以上，我们家就一个火箭。他只管那个什么，不管埋的，我太难。好多长沙的呀，那个什么优雅酱也是长沙的，然后橙子也是长沙的，我们认识的基本上都是长沙的。就在广州啊，广州市区。长沙。下你放心吧，你们家的人一定会救你的。别叫啊，这不受不了。黄埔区的，我没有在天河区，我在黄埔区，很偏。太顶了！哎，我想看你呀、不给机会呀、
是不可以不如休息吧，我们休息吧。啊，休息啊，休息吧。聊会天什么的。那我不可惜了。我们加微信吧，我等会儿在群里面加你。好呀，好呀，哇！哎呦，大叔，大叔牛逼！输了输了，兄弟们，自愧不如啊！感谢大叔的火箭，牛逼！你看，这音控哎，哎，大叔什么时候进来的？你听的吗？今天不跳，跳啊！再跳啊！好辛苦啊！好像。你们家比我家多哎！谢谢星辰的巴塔啊！你说什么？我们家分比我家分多。呀，早点上嘛！啊，你说啥？你家分比我家分多。噔噔噔！哇，感谢我车神哥的摩天轮，车神哥你来啦！车神哥，车神哥晚上好。今天有没有吃硬糖？感谢我车神哥的魔法球，谢谢。这条件刚刚的。我害怕。刚刚给我上分的那个大佬，他去看他们自己家的小姐姐去了。谢谢我车神哥的飞机啊！感谢我车神哥。我们今天是干什么呀？我们今天惩罚是干啥？就三个猫生长。你不是刚刚扣分了吗？就不要坐太那个啥的。在椅子上的吗？就站着靠，就该站着就可以了。嗯，好，站着靠着椅子。说说他，我好怕我一秒钟。我家没有分了，没条件了。噔，那我哎，那个空气国王，哎，我好像看到过他进来我直播间耶，但是他每次都是闪退的。那到处跑。他是你们家大哥吗？他到处跑。谢谢小航的幸福圈，感谢小航。就会知道他了。啊！开裂了。牛逼，搞快一点，牛逼啊，那我溜了啊。好的好的，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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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你干啥还给我送飞机呀、啊、以后我包里刚好有啊，给你看个牌子啊、不要这么客气的。我昨天抽奖刚好有。差太多了。你车吧，你车吧。好，拜拜。这里抽不掉。拜拜拜拜。谢谢小航的钻戒，感谢小航。橙子那身材太顶了，橙子那身材。家里有条件，有个屁条件。但没有条件啊，哪里有条件、啊？直播间下一场就是被城主揍，天天就天天日常被城主揍，太惨了。这波有。最近这两天运气挺好的，就是有人会帮我过五千，有那么多好的大哥。点开火车可以吗？可以的，可以可以、啊、我可以用。那我得换个衣服、啊嗯、我换个衣服给你跳，换白天那个衣服吧，白天那个衣服有点低，昨天扣分了，每天都在扣分。谢谢我马开烈哥的青青火箭。你叫我十三哥，车神哥，车神哥，
我给你唱一首三首歌好不好？我很认真的唱，我绝对不会就是划水的，真的。能就是，哦，我去换衣服啊，等我一下啊。我去换个衣服啊。嗯。풀을꺼줘 please 어둠속에내가있을거야거짓말해도돼넌잘못한게없는거야 Let me do it 지금부터더좋은꿈을꾸는거야 Let me do it 너의귓가에도내손에새겨놓는데나를처음볼수있게이순간우린 free 돌아가고싶은곳은없어 It's your mind 내목소리가나아는모든말은거짓말너를들려는모든것들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Hey.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Oh.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vers dressed in candy flavors. 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Say no to drugs. Gay for pay. And free Justin Bieber. 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 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 I am the conductor. The beat is your instructor. All aboard! Get on that party train.以后就按这种尺度就可以了，没有吧？我好怕等会被人举报，然后超管隔一两分钟就来找我了。欢迎大家，谢谢超管爸爸提醒，谢谢啊超管爸爸，我错了，我黑了吗？我有没有黑呀、啊、我又黑了吗？完了，我被扣分了，我又被扣分了，我就知道有人举报我，你们这群臭弟弟，得了呗，得了呗，得了呗，就这样了呗，我都坐下了，我就知道有人举报我，
举报的人是狗吧？是不是狗？我就知道他结束了，他会来的。没事，扣就扣吧，无所谓。以后可别怪我，以后别怪我不给你们跳舞，真的，总有一些，就总有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粥，总有那么恶心的人，就我不懂你为什么要举报，真的。就十分，被我玩完啦，我出来了吗？我去换衣服去了。没关系啊，嗯，还有小号没事，随便你扣，只要我这个号不公益就可以了。我怕过谁？你就尽情的举报吧，我有无尽的小号可以跳舞，真的，随便你举报。刚刚学姐找我了，我连一下她。飞机可以进舞蹈群，嗯，刷完飞机私信我就可以了，扣个一就可以了。小号只有有人点舞的时候用那个号跳舞啊，我基本上不用那个号直播的，我只是用那个号跳舞而已。嗯，没有，我要是跳的话，我会打在那个公屏上面的。再跳一次吗？你还要点吗？你要点的话，我就用小号给你跳舞啊。你还想看什么舞啊？还想看什么舞呀？开裂哥是不是包裹里好多东西啊？啊，我先把我那个号登一下，谢谢二，感谢二的灰给你扣个一，私信我扣个一就可以了，我等会下播的时候拉你进去。还是开火车？那我用那个小号给你跳吧。开飞机吧，我给你开坦克吧，好吧，我给你开坦克吧，兄弟，我得给人打个电话，我得找一下我的那个管理。没事啊，你让他举报吧。如果举报能够让他快乐的话，我觉得也挺开心的。毕竟他现实中过得这么的不完美，过得这么的不尽如意。如果他能举报我能开心的话，他就举报吧。
好喜庆的一身红，这是那个睡衣呀、啊，这个是睡衣呀、啊。你们是不是游戏区的呀？是游戏区的吗？感谢暗淡银星的飞机啊，私信我就可以了。这个衣服，嗨嗨，哦，你们是不是第一次看我呀？现在转战舞蹈区了，真的吗？那你得多来看一下我啊！欢迎我红茶哥，爵爷 PK 的那个哪个呀？你是说那套红裙子吗？红裙，你是说加特林抖臀呐、啊？那就是跳857呗，就是电臀呗。我停播之前都关注了，真的吗？那你们怎么都不来看我啊？平常都没有见你们打过字啊，你们都不来看我啊？开裂开裂开裂哥，你还要不要点舞啊？你要点舞的话，我就要去准备我那个小号了。卡了我牌子的人我都记得，没有卡牌子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你们谁是谁了。谢宝宝的鱼丸。你确定都记得？我记得你啊，奶奶，奶奶你在我总榜上面，奶奶。但后面你不来了，然后吧，我新年的时候，你知道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新年的时候，我本来想说一句新年快乐，结果他妈那是感叹号。你做个人吧，你为什么要把我删了？啊？你为什么要把我删了，奶奶？太不够意思了，还是不是兄弟呀、啊？还是不是兄弟了？真的，我特别的伤心，真的。就准备就是想发个大红包，就祝他新年快乐的，结果他把我删了。大声说谢谢烈哥，感谢烈哥的火箭，感谢烈哥，快谢谢开烈哥，谢谢开烈哥的火箭，谢谢开烈哥带你们就是再冲一发，牛皮六六六，冲呀857857，冲呀冲呀兄弟们，我都忘记我那个小号是多少，好太久没登了，我找一下那个号。黑龙江，黑龙江的在哪里？没有黑龙江的，哎，黑龙江的那个东西啊？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啊，奶奶？我刚刚没有听到你说话。我说我不会写诗，我只是点啥呢？给你跳个电臀舞吧，还是想跳椅子舞都可以，我什么舞都会跳。你把那个手机号码给我，然后验证码也发给我，我要用那个小号。十分两天扣完了，就用那个号跳舞吧，你把手机号码发给我吧，挂了挂了挂了。没有，我用小号，我不用这个号跳，我这个号不能跳了，我这个号要养分了。树开，一颦一笑。
我觉得最顶的就是穿睡衣跳，最顶的就是穿这套睡衣跳，真的，相信我没错的。我感觉我好忙不赢啊，真的。我得找个场控哎。手机号，抖音账号。对呀，就是那个小水溪呀呀呀，是那个小水溪呀呀呀。谢谢，感谢二七的幸福券，谢谢二七啊。你们还知道我房间号码呀？手机号，给就是我那个号只有五分，然后我不养分，我还是可以跳吧，只要跳到零分就可以了吧，应该跳到零分，四分也可以跳，三分也可以跳，两分也可以跳，一分是不是不可以跳了？倒是点五呀，我在等大哥的火箭呢，等我一下啊。我都不知道，对，你在这里刷号刷礼物，我用那个号子给你们跳舞啊，那个是专门跳的，就不直播的，就跳完就直接下了。感谢电子基金的火箭，你们把那个房间号码打一下，我去等我那个房间号码了，我这个就下播啦。把那个房间号码打在公屏上面，把房间号码打在公屏上面，兄弟们。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不是啊，你都点五了，我肯定要到位呀，对不对？你满意就好。感谢剑皇师，谢谢剑皇师的蛋。亏了亏了亏了，名不虚传的指环王还跳吗？你还要点吗？这个号点舞，那个号跳舞，超我加微信。哎，你们就是一回点了好不好，我这样来回切换我很累的，我那是你的号黑，我这里不黑，真的，我这里不黑，有那种一发入魂的。感谢 A 的火箭，谢哎呀，还能不能刚刚一回点了啊？能不能一回点了？还有没有要点的？你们一次性点完好不好？我这样切换很累的。被封了吗？被封十二个小时了吗？没有吧？看一下啊。没有啊，没有啊。一个飞机可以进舞蹈群，你刷完飞机私信我就可以啦。我给你跳个睡衣舞吧，给你跳那个睡衣舞，我把那个沙发弄到后面去，可以吧？还是你想看什么舞啊？要不要就穿这一套跳呀？对，飞机进舞蹈群呀、啊。你私信我就可以了，那个爱吸血的鬼。你们刷了飞机的私信我，没刷的就不要私信了哇。最好是截图。八五七又是电臀的吗？穿这个跳好不好？你可以进啊，可以进舞蹈群，你私信我就可以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想看什么舞啊？先在这里把那个舞说完了，穿睡衣跳啊、哦。好的，
那我下播了。哎，能不能一次点完？还有没有要点的？能不能一次性点完？我再切来切去很累的。那那个号不是我自己的，我得找别人要验证号码。那你换个白丝，白丝，白丝，我只有半截丝袜的那种白丝啊。我只有开裆丝袜，然后还有网袜，还有吊带袜，没有白丝。哎，白丝是那种半就是半截的那个，半截的那种。你要看什么啊？你要穿丝袜吗？半截的丝袜，谢谢 AA 的飞机啊。半截丝袜吗？半截丝袜我只有一个，那个要怎么搭呀？我给你穿个衬衫跳好不好？我给你穿这个衣服跳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真的相信我，没错的。我给你这个跳 ，OK， 好不好？可不可以啊？相信我，没错的。不穿滚，不穿就封号了，好不好？我走啦。你们还有没有点舞的？没有的话我就走啊。你们别等会我切回来你们又要点舞啊。走啦走啦走啦，拜拜。上了飞机的私信我。啊，怎么进去啊？就是你私信我就就是那里写了2000鱼翅，就是2000块钱，一鱼翅就是1块钱。进群啊，你私信我，我等会下播的时候把那个群发给你们，因为我场控，我现在没场控，我得自己弄啊，我搞手脚不一样。我们点点关注吧。我怎么还是微信吗？可以啊，可以啊，好的好的，你刷吧。小特他们说呀，你要点舞啊，小特啊，他们说你要点舞啊，就是你的家人们说小特他要点舞啊，他要看小水跳舞啊。火箭可以点舞啊，火箭点舞，你录屏发鱼吧啦，好的。你们录屏的话，你们能发鱼吧的发鱼吧吧，不然老有那种说卖片的什么的。舞蹈群就是跳舞的呀，就是跳舞视频啊。对，飞机进舞蹈群，刷完飞机私信我就可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你们有毒吧你们啊？你们有没有毒？飞机进舞蹈群。谢谢分的飞机啊，私信我，给我扣个一。微信是微信群是房管群啊，房管群房管群没什么东西，就是房管群他们都不说话的。你们刷了的都私信我啊。我先回个一，不然人太多了，我有点弄不过来。哦，这个人是谁呀？你们那种就是没有刷的就不要那个啥了，就不要，不然我弄不清坨呀。那个什么，那个 C 你私信我 C， 这个 B 他四级他来私信我。不是啊，人太多了，怎么办？我搞不清图，你们截图吧。
你们刷了飞机的，你们截图吧。我记不清啊。等会儿，等会儿，我截个图啊。不是人太多了，我弄不清坨坨啊。看你牌子，好的好的。我要下播了呀，我快下播了。这他妈都是些什么玩意啊，就没有刷的他们都在那里私信我，我早知道就不打开那个私信了。我做个记号。对呀、啊，发 QQ， 发 QQ。不是要加好友，你私信我就可以了，你私信我就可以了。哦哦哦。我得要个场控，我真的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真的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的场控退鱼了，我太难了。哎，他退鱼了啦！你们私信那个奶皮啊，私信奶皮啊。阿俊，记得你啊，你发不出去了，我等会儿私信给你，你发扣个一就可以了，扣个一就可以了。你来当场扣啊？那你那私信那个马开烈，你们刷了飞机的私信马开烈，然后不行，我不能让你弄，等会儿你把你的，等会儿你又乱搞，马开烈你乱搞，嗯，没事，我已经截图了，我现在已经截图了，你们刚刚刷飞机的我都截图了，我能够记得清的。我才不卖片呢，我本来都没有想经营我的舞蹈群的，因为我场控走了，然后我又懒得搞这些东西，但是你们就强烈要求就要进我的舞蹈群，我没办法。嗯，我好累啊，我真的好累啊。你们这群老色批啊。还有没有点舞的、嗯、还有没有进群的、嗯、快点刷吧，我那个啥，我要下播了、嗯、我主场都是在白天的，我主场白天，我晚上直播一会儿，晚上十点播到十二点多，我今天都算加班了，我本来早就应该下播了的。我看到你的私信了，那个白子巾啊，我看到你私信了，等会弄一下。哟，不行，不能下播，小策他要抽奖了，不行不行，肯定抽到了什么，老板牛批。什么鬼，我他妈太难了，我就想下个播而已、啊，我就想下个播，你们太那个了。为什么一发就中了？什么鬼？那我给你们跳椅子舞好不好？是想看快的舞蹈还是椅子舞呢？跳椅子舞吧，我走啦啊！我去登我的号去了啊！不跳，跳快的啊！跳快的吗？啊什么啊？让那个刷火箭的人说，让那个刷火箭的大哥说，复制一下他的话，你们的弹幕太快了，你们的弹幕太快了，
到底是椅子舞还是什么？刚跳了啥舞啊？刚跳了电臀舞，然后跳了一个睡衣的舞蹈，嗯，然后跳了个开火车，还有椅子舞啊什么的都没有跳。建华是那个老色皮，那是不是有人在你那里传话了？你来的那么快，跳啥呀？一个飞机进去啊？跳椅子舞是不是？跳椅子舞啊？加特林，刚刚不是跳了加特林吗？刚不是跳了加特林啊？好的，嗯，那我去换衣服啦。嗯，你们把那个小号，你们把那个小号打在那个公屏上面。嗯，把那个小号打公屏上面，把小号的房间号。还跳加特林，不是看过了吗？我走啦，我走啦，我走啦，我走啦。我去换衣服，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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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小号打公屏上面，拜拜拜拜，等会儿见，等会儿见，等会儿见。
구석 여인처럼 남겨둔 채 방 한 구석 먼지처럼 나를 밀어둔 채 헤어지자 말하는 너의 뺨을 나도 모르게 때리고 내 발목을 잡는 땅을 억지로 뿌리치며 한참을 걸으며 다짐했어 다시 내 곁에 널 두지 않겠다고 여태 널 지키기 위해 했던 나의 노력 그 모든 걸 다 오려 저 달리는 차들 속으로 던지고 눈물 섞인 웃음을 짓고 어떻게든 너보다 잘 살 거라는 믿음 저 짙은 어둠 속에 새기며 내가 웃는 게 아니야 또 내가 걷는 게 아니야 零分就可以了，不要管他，不要管他，不要管他，不要送礼物，不要送礼物。我找个歌，等我一下。You make it look like it's magic, don't you?I see nobody, nobody but you, you, you. I'm never confused. Hey, hey, I'm so used to being used. So I love when you call unexpected. Cause I hate when the moment's. What?It's magic, 'cause I see nobody.
nobody, nobody but you, you, you. I'm never confused. Hey, hey, I'm so used to being used. So I love when you're all unexpected, 'cause I hate when the moment's expected. So I'm a care for you, you, you. I'm a car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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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Yeah. 'Cause girl, you're perfect. You're always worth it, and you deserve it, the way you work it, 'cause girl, you earned it, yeah, girl, you earned it, yeah. You know our love would be tragic. Don't pay no mind, mind, mind. We live in no lies. Hey, hey, you're my favorite kind of night.切换到那里的话，你又要说要刷火箭跳舞，这个号不是我自己的，我得叫别人，就是弄那个验证码的。走啦走啦，拜拜拜拜，集合集合集合，兄弟们。心越在灼伤，心随你远方，回头路太漫长，鸟儿生来未成双，又何必等。爱是朝朝暮暮相见的愁，爱是反反复复的
像是厉不归，天生也会饮醉，越想品尝滋味，心越在灼伤，心碎宁愿放回头路太漫长，鸟儿生来未成双，又何必当爱是朝朝世界的宠爱。
拜拜，集合啊，我要下播了。我要下播了，我已经加班了那么久了，我已经加班了半个小时，我本来12点钟要下的。群号一个飞机进群，刷完之后私信我就可以了。这个衣服已经跳完了呀，这个衣服已经跳完了的。没有啊，我现在怎么理你啊？我肯定要下播的时候再理你啊。我现在难道我还要跟你们回私信什么的吗？拜拜，明天白天见。我直播时间晚上下午3点，然后晚上10点开播，播两场的。拜拜，晚安，兄弟们，晚安。